我是山海，大家好，我是妹妹，我是妹妹。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的是波波波，哎，就是乐乐。姐姐，你看妹妹叫呼你。哇，蛋糕哎！蛋糕哎，是蛋糕哎。好了。蛋糕。喂，小心，不要随便下去。我总要给大家看。妹妹，帮我拿。正面，有没有这样拿着？还很多哎。这是爸爸要那个，另外买的。我看一下这个，要我的暴力，小豆豆。这个小仙女的，是啊，你的就是要，我也是要这个小仙女的。哇，你为什么要打这只？我呀。对，这个要留着，这不能给你们抽，这以后才要买给你们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钥匙圈，这是小吊饰，小吊饰。你看组合的，然后这是组合片。今妹妹，你只有第一天有零用钱，拿去，前天有零用钱而已，这等下爸爸收来，先给你们。我要这个贴贴。好，先给你们。小红，你也是前天有零用钱啊，今天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没有弹钢琴，所以没有零用钱。一号，差一点。一号没有。哇，第一个就中了。第一个就抽到一号，太厉害了吧！第一个就抽到一号。101。没有，那边。90，没有。没有。102，没有。接下来说这个，看我的吉利系。啊，老板要关门了。19。19差一点点。如果是20号是，20号是组合片啊，是18是迷你陀螺，迷你陀螺是这个。对啊，迷你陀螺我要。哇，这样妹妹如果抽中。这种抽中迷你陀螺会高兴吗？妹妹她会高兴。好，没有了，妹妹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我要抽空签。好，收起来，你们收一收，记住哦，乖乖吃饭，乖乖收玩具，乖乖什么写功课，还有什么弹钢琴。好了，你们都不拍的，只记得抽，顾着抽而已。好，开了，乖了，喝水，收一收，喝水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哦。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看看新的影片通知。有他玩具至少跟爱买的不一样。拜拜。